香港，看我的汗就知道了。我们觉得香港很好啊，吃的东西也很多，而且拍东西的话最好的就是因为有很多这些牌匾，景也很好看，晚上那些灯亮起来就很好看。今天香港那场演出演得特别开心，观众也特别燥，超乎我的想象。Worse,